明天我们要上山路，欢送夏天，这也是鹰野三加一的解散大会，你一定要参加。夏天要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要我转告你，谢谢你带给他的一切，他希望你幸福。为您插播一则紧急新闻快报，这警政厅特别警察中心今早宣布，他们逮捕了泰国最大毒枭白象王组织第一接班人 Solomon。代表着你见到警察要看一个杀一个，这一只乌龟就是你的死神。徐鼎凯，你公开羞辱我，让全世界都以为我是个孬种。明天你的欢送会就是你的公开葬礼。夏天，夏天，我为什么看不到？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，夏天。你可不可以假装你还喜欢我？这个夏天从阳光鬼屋开始。野兽终极目标，没有人能够阻挡，前进就在我前方，我拼了命的跑。夏天，我喜欢你。未来绝不能摆荡。说我长不大，我受够受够，我们脸上只有红黑宝。你就算背信立义，再不洗你的歉意，背叛没关系，就算老骨里也一样会留痕迹。凡事走过就会留下所有只字片语。到底尊严躲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残留下来的魂？眼前的世界有太多死相，太多死相，感觉下一秒不珍惜就被遗落。我们寻寻觅觅，不愿放弃，尽了全力也不愿意屈服在这样的恶势力。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刻在我的心，你们曾说过的那一句。I'll lead you down， 野兽终极目标，没有人能够阻挡，前进就在我前方，我拼了命的跑，呼吸害怕心跳，不管你 ready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样。以后看，不要再开我。你可不可以假装我还是你的女朋友？你可不可以假装你还喜欢我？就像以前一样，紧紧地抱着我，起码等雨停，好不好？你们是说 DK 因为他母亲的死，所以要报复夏警官？没错，上次啊我们看到是论文的上半篇，这次呢是下半篇，也就是结论。可是这狡猾的 DK 啊，把他锁码了。我在想啊，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阴谋。哎，布鲁，你到底解开了没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你没看到我已经在努力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3.5G 的网卡都装上去了，就表示呢，我今天如果没解开的话，我就不睡觉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加油，赶快。那就赶快把这些乱码解开吧，看看这家伙到底有什么阴谋。
对啊，我们一定要在夏天跟 DK 去美国之前把真相找出来，不然夏天应该会有危险呢。去了美国，我还是夏天呢、啊，我不会变。为什么？你不要再说话。今天晚上我想要好好的看着你，我要好好的把你的样子记在我的脑袋里。就是明天醒来，我再也看不到你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样子。你是我最喜欢的大白目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要假装我还喜欢你。你有没有想过三年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们的梦想会不会都实现了？三年以后你应该会是一个帅气的女警探，搞不好会遇到另外一个年轻的男警探，搞不好已经结婚了，住在一个很有品味的房子里面。我想不出我三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。是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生呢，你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，我会为你祈祷。餐厅不用开门哦。好
不知道今天什么大日子啊，当然要公休一天啊。找到了，布鲁。Hello。哎，是怎样啊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你们大家都来了？阿酱，你不知道今天夏天回来吗？夏天他打电话跟我说，他超想念西界关东煮，而且他应该回来怀念一下哦。而且听说他这一次回来是为了要订婚。哦，是跟那个人。当然啦，要不然还有谁啊？现在夏警官哦，一定很开心，他总算是望你成凤了。哎，我听说夏天哦，他去美国受训完之后，就去那个什么国际特警组织做女干员呢。现在又有一个英勇神气的老公做后盾，爱情跟事业都有了，真令人羡慕。老板，我点的关东煮还没到齐哎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马上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老板，我点的是萝卜，你干嘛给我白菜卷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换啊，不好意思哈。怎么了？有见夏天紧张啊？没有啊。好久不见。夏天。夏天。夏天。这样说，你们大家也变了不少吧？嗨，阿甲。嗨。你都没变哎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天天卖关东煮，还要变什么？真的要谢谢你当初把我推开，让我去美国。这几年我过得很快乐。对啊，啊对了，后天呢，我在西街有一个订婚 party， 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婚礼，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来。潘龙章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当初会离开你，主要是没关系，不重要了。夏天，嘿，车停好了。停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很多邀请函还没发，可能要先离开了。到时候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婚礼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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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梦啦，刚刚那个梦好真实啊！我想的果然没错，这样对夏天真的比较好。雨停了。阿甲，是不是踏出这个门，一切就无法改变了？
最重要的一次行动。各位听好，第一、第二小组埋伏在餐厅外面，一共20人，听从下级关系，一旦发现 Solo Man 或是他的同伴，立刻展开行动。快啊 ，Blue，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啊！我不知道，再给我几分钟就好了。第三、第四小组埋伏在餐厅里头，一共20人，听从我的指挥，里外配合包围 Solo Man。另外，制高点有4名狙击手，必要时击毙 Solo Man。Understand？ Yes sir。Yes， 解开了。凶手准备利用疑似又不要犯的行动，故意让警官也加入行动，并让警官站在第一线，顺势制造陷阱，让警官不疑有他。外围的埋伏行动就交给你了，但是没有我的指令，无论发生任何状况，不得进行撤退。Yes, sir。在行动中设计警官遭到要犯的瑕疵，利用合理的判断来掩护凶手的动机。顺势让警官牺牲在要犯的枪下，尝到跟他母亲一样被枪杀的痛苦，之后再杀害警官的女儿，断腿毁尸。哎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结论怎么样？他的结论竟然是，他强烈质疑法官在判决上的不公平，认为凶手的行为完全来自于警官在处理案件上的错误判断，因而导致他母亲的死。所以。凶手会有这样的行为是绝对合理，换作是他，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为。因为如果没有让肇事者得到相同的惩罚，是无法弥补被害者心灵上的缺口。那照这么说，他对夏警官跟夏天不会也。1小时后出发，各小组做最后装备检查，歼灭死神行动开始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夏天啊，我是想要告诉你，一定要相信我。你爸好危险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 DK 呢发表的期刊论文，我们怀疑啊，他在模仿论文上的案例，想要对夏警官不利。但是更可怕的是，你看他的结论 ，DK 认为凶手小时候遭到伤心之痛变成孤儿，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。加上警官一再否认自己的错误，直击凶手，所以 DK 主张凶手其实可以再上诉，因为凶手当时已经被逼到无路可退，可以主张精神丧失。所以他觉得我爸当年的判断是错误的，才会害死他妈妈。夏天，不管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，DK 如果要利用出任务牺牲掉你爸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先通知他。你爸的安全不能够拿来当赌注。他现在人在哪里？等你明天下山的时候，老爸已经出任务去了。只是 DK 跟监很久的一个案子，准备要收线了。DK 跟监很久的一个案子 ，DK 跟监很久的一个案子。小虎哥，我是夏天，能不能告诉我老爸在哪里啊？夏警官在10号码头参与用我太古毒叫杀人面的行动，我劝过你爸多次，怎么还参与这么危险的行动？但是他坚持要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10号码头，围捕 Solo Man。方伟，开快一点，我们去10号码头。哦。所有埋伏人员提高警觉，以下警官作为前哨，
任何靠近码头的人都以夏警官兜售番薯掩护去做过滤，只要发现 Solo Man， 夏警官做第一线通报，大家立刻包围。夏老师，你要小心一点，过了今天一切就结束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方威，开快点啦，我怕我老爸出事。怎么回事？车怎么停了？我想应该是电瓶的问题吧。下车。怎么样？你们自己弄好。上车换电瓶没那么快。先下车。小薇、小孩，你们打电话的留掉，我不用跑的，快。哦，好，你们小心一点哦。在这里，有个叔叔给我音乐盒，叫我蹲在那边不能动。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，应该也只有条子会演出这种飞身扑救小朋友的戏嘛。而且这个局是为了我而设的，对不对 ，Solomon？统统给我退开！今天这里呀，是我说了算。退开，他有炸弹。喂，你们不要再挤过来了嘛！我只针对徐定凯一个人呢。既然这是徐定凯特地为我们设的局，那就让我换他进去叙叙旧吧。统统都退下，让他进来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你们听到了，快退开！统统退下 ，This is order。走，走。真够大的，在电视上那样羞辱我，我要十倍还于你。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是我 Solomon 杀了你徐廷凯。哎，
子拍完以后，把它寄到全国各个电视台。全国的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看仔细喽，这个就是死神Solomon的标记。我没有死，也没有被抓，而且像个贵儿子一样躲起来的是他，特警中心的 Captain 徐，是他骗了你们。在你们看到这卷袋子的时候，徐定凯已经被我炸得化成灰了。特警中心的 Captain， 求我，也许我还可以放你一马。Solomon， 你会不会太天真了一点？要我求你，比做梦还容易一些。你真的不怕？你是个人渣，谁怕你？很好，你有种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换个游戏方式，让大家都有 feel。干什么？老爸，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够跟他硬拼，要自取。我想了方法，我们用脂肪的东西引开曹老板的注意力。走。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三分钟，而我则会潇洒的搭船离开。至于你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？因为你是个条子，而条子是不会放下同伴不管的。Solomon， 你确定？你确定我真的不会走？啊？到底有没有用？压力锅等下加热，面粉就会急速膨胀，而且只要碰撞就会发生爆炸，这样就有烟雾弹的效果。从此到时就有机会吃苦死老妹。哦，你们这招一定要有用哦，我老爸不能出事哎。有用吗？你的运气真的很好，你以为挟持了一个人质对你来说就是优势吗？你抓的这个人是我最想杀的仇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索罗曼，我已经计划很久，这个人我恨不得他马上消失。你要帮我杀他，就尽管动手，我是不会管他死活的。徐定凯，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？你少啰嗦，你要杀他就快动手。我为了抓你，连同僚都可以牺牲。今天我已经把码头给封锁，当然包括要接应的那艘船。所罗门，你今天是插翅也难飞了。徐定凯，我死了也要你陪葬。今天我要是逃不出去的话，你们两个也别想活着。三分钟后
们就一起下地狱。到时候爱怎么自相残杀，就请便。炸弹锁在夏警官身上，若没有解开这个锁，炸弹是拿不下来的。这个炸弹是密码锁，除非是小偷或专业人员，三分钟之内是解不开的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你们快走，快离开这里，快走！我来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，我研究过怎么解密码锁。防卫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赶快走！不行，赶快走！丫头，我不行，大家赶快带前门走！离开，赶快带他走啊！幸亏牺牲我一个人没有关系，你们要再留在这里，全都死定了。DK， 赶快带大家走啊！反正今天就是要我死，不是吗？你早就知道了。你曾经质疑过我，当初为什么要下令撤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还没有放下。当我发现你在研究1983年德州警官那个案子的时候，我更确定了，你要如法炮制，为你母亲报仇，所以我才主动的要求参加这个行动。今天这个行动，你把我摆在第一线，摆明的就是要借 Solomon 的手杀了我，不是吗？好了，现在如你所愿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赶快带他们走。你早就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帮我挡子弹。你当初也这么奋不顾身的话，我妈就不会死。你为什么要放弃我？你为什么下令撤退？因为我是警察，我要保护无辜的生命，我要让牺牲的人数降到最低，这是我的天职。小凯，我知道你的本心善良，如果我今天牺牲可以让你放弃仇恨的话，就让这一切到今天为止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小凯，今天的状况跟那天完全一样。如果是我，我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反攻火力太强，这里人太多了，先撤到安全的地方，等待支援。我不走，妈，我不走，走，不走，不走，快点，防卫，快点啊！徐警官。下令撤退。
不能。我现在明白你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你知道就好。快，快带他们走！夏天，我不走，快走！不要，阿佳，我不走，我不要走！快走！我不走，快走！我不会，快点！我已经失去我妈妈了，我不想夏天跟我一样。杨家将，你快带夏天走。阿江，你们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夏天走！不走，我不走。杰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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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阿江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野蛮的大白们冲过来干嘛？不怕死啊！哎，拜托，是你跟香香了一样找不到炸弹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哎，所以是你救我。是啊，怎样？我很 man 吧？好了，赶快去看看你爸，看有没有怎么样了。决定了。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完成对我妈的承诺。不过，我想我妈妈她一定会很开心。我没有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。我一直以为，也要让你尝一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但是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你当初面对是多么大的压力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夏老师，谢谢你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夏天，对不起，一开始我真的打算利用你，可是我没想到后来，没想到你什么都没有做。我很高兴你可以及时回头，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，所以你永远都是我最喜欢的田鸡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跟夏老师对我的包容，谢谢杨家将，谢谢你。是你让我看到什么叫真爱。原来两个人只要一片真心，即使平凡也会幸福。夏天是属于你的。今天我们三加一这么漂亮的书籍，你明天就去美国是不是太可惜啊？明天就别去了吧。布鲁怎么会这样说啊？就是因为这样，夏天才更要去美国啊。他到时候受训回来，身手一定会更好。而且之前大家不是因为就是对 DK 不放心吗？现在这层顾虑也没有了，夏天当然要去美国啊。家将，你怎么敢啊？你为什么一直把夏天推开呢？哎，方伟，没关系啊。既然阿蒋叫我去，我就去。那我明天就跟田鸡哥去美国。好，那我明天去送你。好啊，不来的是乌龟。
是不是舍不得走啊？嗯。杨家亮先生吗？这里是眼科诊所，我们联络上国际最大的角膜捐赠单位，请你现在立刻回来填写移植申请书。杨家亮啊，发生再大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。你是个愣小子。是不是他真的心意是什么？他昨天传简讯给你，那才是他的真心意。电冰箱，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只要能听你亲口跟我说一声野蛮的大白目不要走，我一定就会留下来。有大